现在是中路没崩，上路崩了，下路崩了，打野也崩了，这就导致俺们一点优势也没有。这个人头给我，我操了他妈的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，就能及时看到我们的最新影片哦。Another one, and another one.我操！我一个兵没补着，我可是长剑兄弟，死！这就是我所跟你们说的，假装不杀的，但其实不严。一个回手掏，七个刀，他两个刀，他补那么多刀有什么用呢？你以为你的虚区很高啊？哟，舔，我操，舔的准。这怎么舔得到我的啊？啊，不就慢了？不能啊，我刚好他舔我那一瞬间我摁的呀，可能是他的舌头有点细，从我的身边正好穿过去了，从我的甲猴身边啊一个穿走了。他跟提亚娜也挺讨厌厌的，他没有大个没事，三秒钟以后他死，三二一。转死，他就在里边不出来，我就在外面一直转。提亚娜的 Q 就是他隐身的一瞬间，隐身的特别快，刚一下他就隐身了，跟猴他这个不一样，猴这个隐身有点傻。这把好像下路跟上路还有打野全都不是那么很顺，我发现。哎呀，这个人的隐身是真的烦，我得注意了。他如果这样隐身的话，我主 Q 是没用的，我 Q 的能打不着他。哎呀，日女来了，没事儿，让他来。几个人 ？W 一手，盯住他。兄弟，这波好像是打不了，人有点多呀，能不能双杀？再捅一刀，哎呦！但是人这么多吗？阿木木抓我，队友还崩，这就有点难了。上路炼金402，有点难杀，我还不能去上路，我们只能在中路待着啊。阿木木500，哎，上路这波可以去一趟啊。这个炼金800块钱，我可能是要有的，我发现。几百呀？哎，不是，我是不是少钱了？哎呀，干他一趟！阿木木在中，不能推了，兄弟。哎，这还推？哎呦我，哎呦兄弟呀，别带节奏啊！你这还能打？现在是中路没崩，上路崩了，下路崩了，打野也崩了，这就导致俺们一点优势也没有。这个人头给我，我操了他妈的，
累呀、啊！哎呀，很久。闪现抢烟头不行了，不闪现抢肯定是不赢了，必须得闪现抢掉。我再不拿人头了，这把就没法赢了。这个人头我必须得要，别靠墙。我来了，不、哦、，nice， 打个蓝帽，这把赢了。我这个蓝打下来，这把就已经赢了，我就这么告诉你，别抢我蓝啊，这把已经赢了。把多蓝剑卖了，出一个水银海。去上路捡两个人头，幽梦开起来，啥不能说？有没有人看看他后边啊？如果没有人的话，就直接推死就行了。把中塔偷了，又偷一波发育。先走，别靠墙。打不了一招，一 A 出耗点盐，换了应该还行。不追他了吧？你们三个人追他这一个人没有意义，不追他。他装备三件套，你说你们三个人都加起来都没他钱多，你是找他干嘛？不找他，不杀炼金，我们只杀女警。这波我有闪，杀完人直接闪啊！刃女要过来了，好像刃女过来闪，我、哦、换这个。幽梦开起来，女警过来了，女警杀掉，往前走。别怕，他们不敢上就行。我以为他们能上，去下路守炼金，就塔这么点血，我两下他就死了。这么点小血，炼金根本就不用，你知道吧？这小炼金，往中走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波能打，这波能打，这波能打。他们家控制有点多呀，等一下派克啊，眼儿也有点多，不着急上。阿木木有大，你帮我把眼儿抬了。脱节了，他们家也不杀这个日女，我去杀他没意义。哎呀，对面决定中推一波，我们立刻回去啊！从后边掏他们，这波他们家输了，输了以后拿大龙，拿完大龙拿小龙，赢了，游戏结束。给队友打个信号，这地方没有眼儿，女警秒掉。回头杀阿木木，齐亚娜套点盐 ，A 接九头蛇 W 一手，减速接 Q 打大龙，把炼金杀了。你说这种时候你打野死，你说难不难受啊？快点来！快点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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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来！你们为什么来的能这么慢？我就搞不懂。啊？为什么来的能这么慢呢，兄弟？就这种龙魂就随便给。我真是服了，我一瞅后边一个人没有，推个屁呀、啊！别推，推不了，那推不过，我没有装备，我装备不够，我回家一共就补了一个水银，你说够吗？我一波团战至少得补一个大件儿。真不好杀呀！我感觉。
我把他杀了也不合适，还把夏茶给推了呀。他们能打赢 DOP， 看来这也不用我呀。这是怎么打赢的我也不知道啊，又很奇妙啊。来救济前死，看他们敢不敢救。哦，远古龙新炼金这波死了，正好打远古龙，挺好，一条龙换一条龙不亏。别着急啊，这波先推中给他们兵线压力，然后再去打小龙。如果对面要跟我们硬打，我们直接推中高地梅，不能说高地梅，基地梅。你们几个人直接打呀，打龙啊，快点打龙，先打龙。哎，对了，远古龙打掉就无敌了，这远古龙还是特别狠。找一下啊，看看这波有没有眼，这个位置有眼，他们肯定全部都过来看着我，不着急上啊，从后边来。这怎么回事？算了，拆高地去，也无所谓。拆高地，拆完然后回家。不是我 OB， 我不 OB， 我也上不去，我只能这么玩。这个远古龙是真的牛逼，推波扣，挖抓扣，喷发扣。啊，没有，啊，木木死了，远古龙太狠了。真的，远古龙确实是有点厉害，这也不好推呀。No no no， 推不了，不活了，别推了。哎呀，那不被反一波了吗？呢？哎呀，推个鸡巴毛推呀！拉倒吧！哎呦，对哈，可以偷哈，这个可以偷得掉的呀！哎呀，可以偷塔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早点说呀，人家都走到我都回家回一半了，跟我说可以偷，早说呀。没想到，没想到这个偷塔，这个我确实是没想到，他有700点血，意思是可以偷的。